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纵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五爷，郑磊呢？哦，他没在，他去客户那边了。我刚刚给他买了一点饼干。哦，他不在啊。没关系，一起吃啊。嗯，好。阿姨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呀？哎，这人啊，年纪大了，孩子也大了，不就该自己找个乐吗？像你郑叔叔，大江南北的去骑重机，郑磊工作又那么忙。我一个人啊，真是闲得慌。这不，刚才邻居托我去参加合唱队，我听他唱的像杀猪似的，我看他都能唱，我肯定没问题啊。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合唱团。是吗？以前没听你说过。这样我们更投缘了，下回跟我一起去啊。好啊好啊，吃啊。嗯，很好吃。问一下你，你觉得郑磊怎么样啊？郑磊啊，其实不太了解他的人呢，可能觉得他的性格有点怪怪的。嗯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工作，我算是比较了解他。他其实挺贴心的，而且他的心思很细腻。常常会把朋友的事情当作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。我老开玩笑说他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，但其实他的想法都蛮新的，而且他很有创意。就你看看这些家具啊什么的，就这些只要经过他的手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郑磊工作起来蛮迷人的。你看你比我还了解我儿子啊。因为我们天天都工作在一起嘛。哎呦，你看开口闭口的都是工作，跟郑磊一个样。我说啊，你们虽然是工作伙伴，但是日子里不能都是工作嘛，该有休闲生活的时候还得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，比如像我唱唱歌了，就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你们啊，就应该去看看电影啊，逛逛街呀，这样的话感情融洽，对工作也更顺手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知道了，阿姨。再吃，谢谢，谢谢。想好一点了吧？那个郑磊挺厉害的啊，参加过最强大脑吧，连你脚几号他记那么清楚。你把我叫到办公室不是要讨论我的脚吧？CN 的案子执行起来有什么困难没有？
我现在就是搜集一些 CN 过去有关别墅的项目，希望可以给我一些灵感。好，需要帮助的话随时告诉我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腰围多少？啊？头围呢？神经病！至少裤长告诉我吧。陆总。陆总。陆总。你也喜欢听音乐？累的时候听一听吧，还挺解压的。你的咖啡好了，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。我今天不喝咖啡了，给我来杯温水。空气中有你的消息，我还记得第一次牵手的风景，在哪里动了心，我们都不说的秘密。这些人啊，太忙了，又不准时吃饭。如果没猜错，你是不是一天四五杯咖啡呢？啊，光喝咖啡没用的，要好好吃东西。要不然呢，你整排胃药吃完都好不了。80年的7542陈年青饼，哇，都喝到这个级别了，你是对茶越来越有研究了？你怎么不说我是越来越有品味了？之前呢，我不喝茶，我跟着我爸喝茶，我学会了之后，你又跟着我喝茶，现在倒好，对茶最有研究的倒是你。你说你哪件事情我不是帮你打点的妥妥当当的？那个，打开看一下。去拜访艺术家协会理事长的时候，把这个带给他，他有收藏烟斗的习惯，这个不常见。胡爷，真的离不开你了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还有来过，他有给你带饼干。他说他参加了合唱团，我看他今天挺开心的，我觉得到他这个年纪的人有点事做，蛮充实的，挺好。太好了。非常棒。怎么了？你们？哎呀，没什么，他在家里闲得慌，给他找点事情做，让他充实充实，免得老烦我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但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得跟我去趟影院。没问题。我先走了啊，明天安排呢发我手机上，我会准时出现。你去哪儿？小萌脚伤了，我要去接她下班。先生回来了。左先生。左先生，郑先生，不都是先生吗？先生，我帮你打扫一下房间好吗？不用了，高姐，我是不用打扫了。哦，好的，左先生。
没看到我的短信啊？怎么来了？我看到了。难道是我发错短信了吗？没有，你没发错。我担心你脚嘛，上车吧。还是你好，在俊要是有你一半好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又杠上了？你说呢？他那个笨蛋啊！哎呀，小心小心！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我还必须来接你啊！给你讲那笨蛋啊，怎么了？他把我的脚搞伤了，还特别理直气壮的。还是你好。哎呀，你俩，我真的是。来来来，慢点啊。没事儿啊，我其实自己可以走。我知道你可以走，还是小心点嘛。来，外套脱了给我。高姐，哎，宁小姐回来了。哎，郑先生也来了。妙妙呢？宁小姐，你忘了今天英文家教课啊？老师带她去买书了。对。妙妙又去上英语课了。这次呢，可是在俊他同意的，他还跟那个老师说，他要让妙妙在生活中实践中学习。他说要跟老师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玩，然后这种方式呢更适合妙妙，他觉得这样更有趣。他没跟我说呀，可能他觉得你不会有意见吧。反正我能跟他意见一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来，在俊呢？啊，左先生啊，他一回来啊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很忙的样子，神神秘秘的。在俊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喂喂喂，没干嘛没干嘛没干嘛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别八卦了，来坐坐坐。你干什么呢？一个人在屋里神神秘秘的。不干事，不过问。吃饭。吃啊。哇，高阿姨这个荷包蛋真的做得很足。胡燕，客户怎么会约在这儿啊？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不一样？啊？你戴帽子了？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情趣？拜托。客户呢？客户在哪儿？等一下，我去买爆米花。喂。等一下。怎么想着？怎么想着看电影啊？平时我们这么忙，忙里偷个闲来看个电影也很好啊。不是，你不觉得很怪吗？就我们俩看电影，在一起工作挺开心啊。这
哎。嗯。你怎么了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找个地方吃饭吧，我请你吃饭。走。我饿。刚才一大桶爆米花都塞给我一个人，还灌了一大杯可乐，我现在撑得要死，还胀气，什么都不想吃。那回公司吧。不要，我今天要请假啊！从现在开始。喂，这给伯母的，麻烦你有空帮我交给她。拜拜。妈，这是胡烟给你胖大海。啊，这孩子挺有心的。哎，他怎么没来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莫名其妙的拉着我看电影。他带你看电影了、妈，会不会是你安排的？哎，没有没有。肯定就是你安排的。我发誓我没有。只是我那天啊到你公司随口说说你们应该有一些工作外的交流嘛。哎，不是，你说我和他之间就是工作伙伴，合作挺愉快的，今天这电影看着非常的尴尬，以后怎么合作啊？哎呀，真是多说多错啊。儿子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其实那个胡烟，哎，行，你赶紧泡你胖大海吧。啊，哎，这胖大海我喜欢。哎，喝个茶。嗯。来，爸。哎，龙井茶，来喝一杯。嗯，这茶很稀啊。是啊。哎，那个胡烟姑娘好像对你蛮有心的嘛。我和她就是工作上非常有默契的合作。明白，爸知道。哎，明白。一个人喝一种茶。喂，儿子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女孩上心的吗？有啊。嗯，谁呀？就昨天刚送过来那个唐三彩泥女啊。你跟我来玩这一套。你最近跟那个小萌好像走得很近。嗯，是因为妙妙，他和妙妙之间还很陌生呢，我必须要在他们之间呢让他们快速的熟悉起来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跟小萌有没有可能呢？有没有可能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我就知道你有意思。这个怀表每天都要上链吗？上啊。嗯，一天不上它就停了。哎呀，爸，你也别逼我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跟小萌已经认识十多年了，两个人相处的感觉就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真的。
现在几点了？十点多了。也不知道妙妙作业写完了没有，他也没把我叫醒检查作业。那你到底还有多少工作呀？除了这样的案子，还有其他几个项目。哎，不能老是把工作带回家来。自从你的脚好了之后啊，就很久没有做运动了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做不完，这是我第一个案子，我想把它做出点成绩来。再说了，我这样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工作，对妙妙来说也是一种身教嘛。我知道你很想做点成绩来，但你不是机器人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！妙妙还要靠你呢。就是因为妙妙要靠我，我要独立养育妙妙，我才应该要比别的家长更努力、更拼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其实你看我挺累的吧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累。只要能给妙妙最好的生活，我再怎么辛苦都值得。你又不是一个人，还要我跟郑磊呢。我哪好意思还依赖你们？我都赖了你们八年了，我真的不敢再耽误你们了，真的。说白了，以后我要和妙妙是相依为命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，赚很多很多钱，然后给她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哦，对，你呢？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刚去图书馆借书。你买，你借的全部都是关于建筑的书，怎么了？你想重新学习啊？来了上海之后，觉得上海真的很大，突然觉得人都变渺小了，有很多事情真的需要重新学习。是啊。现在世界一直在进步，我们要是原地踏步的话，就都退步了。别再说了，先休息啊。你写什么啊？你写风中蟾蜍，我说这癞蛤蟆满天飞啊，是不是？老师高兴的写，他话没说清楚，怎么能怪我呢？还犟嘴你啊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上课要认真听讲啊？我有听啊，可是老师他没说清楚，我怎么听清楚啊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再不好好学习，你看你以后怎么办？自己看自己看。我回来了。小姨，哎呦，你又犯什么错误了你啊？下班了。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他写的什么啊？风中蟾蜍。哎呦，快被他气死！毛豆，你能不能好好学习啊？快点回去写作业。赶紧回去写作业。不听话。吃饭了没有？吃过了，别生气了啊。帮我管管他。天天你不好好学习，你就知道玩啊！快，好好写，别惹妈妈生气。没见过你这样的救星。
太坑爹了。干嘛呢？臭美啊！擦的什么呀？韩叔的工作水，挺补水的。喷一下，试试。哎，还真不错哎，是吧？呀，谁这么大的魅力，让我们的人民小警察也开始保养皮肤喽？姐，我也是女人好吗？啊，女人女人。哎，什么？灯泡啊？干嘛买这么多灯泡？还人呢？还谁啊？你这是还灯泡呢，还是去会情郎啊？还灯泡。给情郎，真受不了你！男人没心没伴的，再说你万一煤气中毒了可怎么办？上来关心你一下。谁成天煤气中毒啊？啊，对，啊，还你。这什么？灯泡啊。我没借给过你啊。可你借给这栋楼了，你忘了？上次我们俩一起换的灯泡。嗨，那就多久的事情了，这个小事儿小事儿不用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说你出人出力，怎么还能让你出灯泡呢？不是，不就那个灯泡吗？那我给你放着了。哦，你说这灯多么重要啊！你说是没有了灯啊，人生了就没有了光明，没有了光明，人生就没有希望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那东西我都收下了，好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晚安。啊啊。就晚安了。东西我收到了吗？嗯嗯嗯嗯。
行吧，那好，你早点睡，早点睡。嗯，拜拜。那你早休息啊，郑楠。哎，拜拜。我走了哈。那个，没事，啊，我真走了。就是 CN 和其他事务所所合作过的案例，你看一下。这样还只是一部分，还有好多没有找完呢。哎，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沟通，有必要找这么多资料啊？当然有啦，这是 CN 跟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他们肯定是希望我们能多提出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概念，才会觉得有新鲜感吧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多做的就是多看看他们之前推出过的案子，嗯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设计想法。哎，你们看这个，我觉得他们这个设计的还挺特别，挺不一样的。没错，是吧？这个可以参考一下。哎，瑞贝卡，我记得你在上一家事务所好像有参与过类似的案子，是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嘿，看吧，太幸运，早嫉妒。所以说呀，有些事情拿得太早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但是我有你们帮我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行。那你慢慢看吧，嗯，我们去工作了啊。嗯，好了，都在这儿。嗯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呀，来看看你。我现在的时间可珍贵着呢。知道你珍贵，吃饭没有？没有，一会儿就吃了。走吧，上车。干嘛？带你去吃饭啊？别啊，我开始负责 CN 的案子之后，基本上都是在公司吃的。虽然我在美国的事务所待过，但我还只是小小的螺丝。负责设计案还是头一回，公司这么看得起我，我总是要特别努力，不能让他们失望吧。知道你很努力，你就说吧，你平时在公司呢吃的什么？就三明治、方便面、简餐。就这些？嗯。等着。你又干嘛？我给你做的午餐，不要嫌弃啊。你早都准备好了，还干嘛要说带我去吃饭啊？如果你有时间呢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好好吃顿饭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呢，就只能吃我做的喽。你太有心了吧。行吧，那我赶紧回去吃了，我得赶紧工作了。下啦。去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儿？没事，去吧。嗯，那我走了，谢谢。今天的盒饭还满意吗？Thank you.
哟，好忙哦。今天的盒饭还满意吗？太豪华了，吃得我肚子都撑大了。你要喜欢，我下次再买。不用了。妙妙，今天都好吧？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来？打字好累。我是担心你太累了，你要累了就去睡吧，晚安。好吧，晚安。今天好吗？午饭吃了没？吃饭了，出去吃饭了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点外卖啊？那么孤单。没胃口，不吃了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？你这惨白惨白的，有心事？啊？怎么了？我闺蜜。哦，遇到一个就是感情问题。哦，感情问题啊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情感专家在这儿呢，知道吧？是不是出问题了？那肯定女人出问题。这你不懂了吧？男人其实在感情上很简单，总是女人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明白了，具体什么事情来说出来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哎，就是我闺蜜吧，喜欢一个男的，她就老给他发微信，发微信那个男的就只回什么哦，就这样。结论就是这男的不喜欢这女的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特别有缘的，就是走到哪儿都能遇到，就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吧？那我每次走出小区，我也特别好，总是遇到那个扫地的阿姨，那我们产生感情了。哎，这不是。什么这不是呢？真是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呢给你介绍一个优秀的一个男。哎，对，我闺蜜就喜欢那个男的，她是接受不了别人。好，这样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呢，这男人呢，就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一见钟情，一种呢就是这个日久生情。那如果一开始不能一见钟情，那只能慢慢的日久生情，
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给你打个比方，比如说啊，你要是正面进攻失败的话，那你就从侧面进攻，就是先从他的亲人、朋友、好友之间下手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农村包围城市，嗯，行，我闺蜜不是农村，哎，就这意思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，明白。吃饭了吗？嗯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别研究了，吃饭去，我请你。请我吃啊。小萌，外卖。哎，我没有叫外卖。哦，上面写了宁小萌的。哦，不是你点的，那是别人送的喽。哎，谁呀？我一好朋友。好朋友？哎，男的吧？你要不要先去吃饭？哎呦，弄这么神秘哈，真是神秘啊！你快去吃饭。我说 Brian 啊，你能不能不那么八卦？去吃饭。好啦，我们去吃饭啦。哎呀，也没人给我送。你快去吃饭吧。情